年的感觉，太热闹了。噔噔噔，走！红衣，哎啊，好，正好饿了，好吃好吃。今天非遗也真的要拥抱世界，拥抱科技，更要拥抱青年。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代传承。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单院长，就像您说的，福建是非遗大省。嗯，这些年每次到福建来都要体验一下这些非遗项目，比如我到永定去体验了一下福建土楼的夯筑技术，嗯，还到三坊七巷它的咏春拳的这个这个拳我还学了一下。这次来到莆田，我觉得你瞧这个舞龙弄九里多热闹啊！我相信这次一定能学到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一定会不虚此行的。我听完单院长说这个，我觉得跟我就是明显的就是文化之旅的区别和普通旅游的区别啊。我这几年福建我也没少来，但是您那几个项目我一个都没体验过。他是游学型，对，您学习型的单院长是，我就是就进着游客就顾着玩了，对对对对。但这次既然是跟两位来的，我觉得应该能够不虚此行。说实话，我对这一次的非遗之行也是充满了期待，因为我们知道福建省啊有着这样的美誉，叫做山海画廊，人间福地。所以我想，是不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非遗，它也是从山海之间取智慧。其实莆仙地区现在360多万这个我们的当地民众，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传统习俗，那么形成一个独具特色地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圈。哦，所以保存得很好。所以你看啊，与其说是期待，不如说是信心满满，对于我们此行的大饱眼福是充满了信心和期待。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福建省莆田市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这个宋代建筑林立的街区上，我们将一同穿越千年，共同品味最地道的闽地风情，探访非遗的独特魅力。我们一起出发吧！好，走走。哇，好精致啊！哦，这是木雕啊！哇，这孔雀跟活的似的。哎呦，这真是每个羽毛都在。栩栩如生啊，真是。各位嘉宾朋友。各位嘉宾朋友，欢迎来到兴化府历史文化名街。我是莆田市非遗木雕的文创设计师，我叫郑家良。啊，你这么年轻，这是你做的？对，这我设计的。哇，这些都是我们最近设计的一些木雕文创作品。所以这是哪项非遗技艺呢？莆田木雕国家级，它是国家级，国家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主要特点啊，就是我们的立体圆雕、精微细雕，还有我们的多层镂空雕。多层镂空雕体现在哪呢？我给您拿一个，这个，您看看这个榕树的须子后面啊，有一个桥，这个桥上面还站着一个人。哎呦，这太精致了！桥上有个人吗？对，有个人。对，还真有个人。仔细看。实际上，在莆田，对于精微透雕的理解，有一位老师比我更了解。他现在呢就在我们后面，我带各位老师过去看一看他，好吗？太好了，好好好，走，还有高人在后面呢。哇！各位嘉宾老师，这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哇！真是精雕细刻。叫人震撼吧，这个太震撼了。我也是再次被震撼到了。我是看过这个作品的，他这个作品获得了吉尼斯最长的木雕的记录。这有多长？12米长。单院长您好。单院长您好。哎呀，陈老师，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好久没见。郑老师，郑老师好，郑老师好。哎，任红老师，您好，您好。春晖老师呢，他是大国工匠的年度人物啊，看这作品就能知道，当之无愧，真是伟大是从双手创造的。我看看您的手，您的手太巧了。你瞧这个将近4米的直径的原木，雕的最细的只有3毫米细。我们来找一找在哪里。3毫米，三毫米细的一根绳儿吧，那肯定是绳。但这里面有绳儿的元素很多呀。哦，这根绳索啊。对对对，它是在原木里头通过镂空雕掏空掏出来的。哦，这不是雕好了加上去的？不是不是，就是在原木里头把旁边的木头去掉以后抠出来。而且这个绳还不是就简单一根绳，它是有形的，它是两根绳缠绕的。你看这个绳的纹路，你看院长，我纤毫毕现。还有神奇的呢，你瞧这窗户里面的人，这有人啊。哎，真的哎！而且我觉得郑老师真是，就是他在很多一般人看不到的细节，他其实都做了功夫。你发现我刚才仔细看，桥底下我们一般看不到，桥底下有艘船。对对对，船里还有人。对，所有的细节都在。这就是春晖老师传承的莆田的木雕的绝技。其实，在木雕的创作技法当中，其他地区也都有。但我们有多一个就是精微透雕，精微透雕就是在一个小的体积空间当中来多层次的进行镂空，把里头的细节也雕出来。
您就是把这二维变成三维，就立体了。对对对，二维变三维的时候，它的视觉的空间就跟绘画里头有不一样，有区别的地方。是，我带你们看一看。从一个视觉，咱们在画中是看不到的。我们站在这个地方。这么看。您看，看到一条长街，看到透过那个城楼，这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啊。对对对，热闹的集市。有没有仿佛听到叮铃当啷那驼铃声声？有没有听到这个贩夫走卒各种热闹的声音？哇！这个每个人其实都能看到他大约的职业，他的年龄和他在做什么。我觉得就是整幅画就活过来了，对吧？它就活了，活起来了。这个我就发现这背后怎么啊？还有一把。哇！还有一片天地呢。这个是清代版的清宫画院版的《清明上河图》。这一版的原画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的创意就是把这两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合在一棵树上来创作，寄予着两岸对传统文化的共同传承这一层意思。太好了，寓意太好了，就两岸同胞这种亲缘、血缘、情缘，能够把它在一棵树上雕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再次来感受一下莆田木雕精微透雕的技艺高超之处。彩阁当篱下，有人尽南方，当起几时家，依旧却疑惑。看过短片，我觉得很感慨啊，应该说是巧思、技术、专注，缺一不可。对，各位老师来到木雕之乡的莆田，应该来体验一下这个莆田木雕的技法。太好了，这个是平刀，这个是圆刀，有大有小。这圆刀也不圆呢，半圆，半圆，我的半圆。半圆，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圆刀打一个圆。真的那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试一下，先拿刀，这个方向啊，这样的一个拿刀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先打第一刀，这样掰动。连续的打。对，连续打。这样的。哇。手起刀落，一个圆就出来了。对，就这样，很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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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简单。我们来试一试。好，我们来试一下。一，打大概就是3毫米厚的。3毫米。好，差不多。这不圆了。杨老师，快出来了。怎么样让它连上啊？稍微拔出来，然后这样顺着它推过来。我试一下。怎么叫它能走呢？不要前后，就左右的掰。左右掰。左右掰。感觉有点要接近了，但是又有点不祥的预感。
我没看清他怎么走的，老师能指点指点。就是您刚才这打的那个手势，我没看清那个手势是这样打，拿刀，这样拿刀，这样拿刀。然后呢，他是打下去一刀以后，这个刀已经摇在那里头了，是吧？啊，然后就走，就在这里头走，就在这里头走，不要不要让他拖出来。这个好像是很考验指力的一个事儿，我试试哈，我试试哈，再试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不脱离。我真的很认真在打，但是我真的，哎呦，很好，是怎么说说这句话？有梅花的味道。谢谢谢谢。看来不好学呀。单老师有没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感觉？果然。您看看我这两个，哎呦，还行吗？好，算连上了啊。对对对，有没有资格？当个学徒，哇，这个很好，我看看，太棒了，太棒了！哎，他这太有天赋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他这个很圆，天赋确实这个非常好。你是不是干过木工啊？没有啊，但是我可能姓袁吧，姓袁。所有的作品创作当中，我们不断地在从题材创新，也从技法创新，在我们原有的莆田木雕的精微透雕的基础上面不断地去挑战它。嗯，那您都已经雕出了全世界最长的木雕，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了，那下一步要再挑战自己，您会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呢？经过酝酿，就是清明上河图之后，我一直呢这个也不满足于，因为清明上河图像创作到现在已经整十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的技法这个也在不断的成熟，也累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我想再一次挑战自己，所以就锁定了这个京杭大运河，它将是一幅百米立体的木雕残卷，它是穿越24座城市，是这件作品呢，它是原创，就它的图稿设计我自己完成。今天呢，也带来了一幅这个南方卷的，就从杭州到这个吴江的这一段。而且呢，我想这个请各位老师来参与这件作品的，来打下京杭大运河的第一刀。可以吗？我觉得这是春慧老师的自信啊！就我们刚才那表现水平，他还愿意这一刀打成什么样，我都对，不管你们打成什么样子，我都不怕。下一个世界纪录就在路上，好吧？来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已经完成的江南段京杭大运河画稿。哇！明清时期的五代，明清时代。这里可以看到大运河之繁忙，当时最多6000艘船往来于大运河。它主要展现的就是这个古代漕运繁荣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去表现古代的建筑之美、民俗风情。这才中间一小段儿，总共有8卷，有8张这么长的画卷。江南段的下一卷是从苏州到镇江。太期待了，我们马上去开工仪式现场就能看到那块木雕的原材料，是吧？是是，哇，太期待了，走吧。这已经出加工了，树皮已经都去掉了。对对对，这些树呢是经过多年的收集得到的，都是自然死亡，有的是被雷击的，有的是刮台风啊什么被风刮倒了。哇，像这么大的树应该有500-600年的树龄了，所以长成参天大树，这个经过时光漫长的时光岁月，所以我想赋予它第二世的生命。就变废为宝。这得有多沉啊？这个有30几吨，30多吨，一个30多吨，几十吨呢。这比那个就是清明上河图还要大，还要大。清明上河图将近13米。这个一段有多少米？这个是19米。哇！19米。哎呀，
您就上来就干了一个 plus， 现在是 plus 加 plus 的立方，太牛了。这个作品呢，是我第一件这个创作的百米长卷的作品，莆田的木心河木兰溪养育了我，所以我想再创作一个作品叫《白梨兰溪图》。哦，我会把莆田的这些这个民俗的元素，比如说闹元宵啊等等蒲仙戏啊这些场景都融入到这幅作品当中来、嗯、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其实就是挑战自己。是的，是的，毕竟有伟大的这个责任感、嗯、就是把非物遗产传承传承下去所以我呢觉得真是了不起谢谢。就是宏大叙事，担重任，精雕细琢，见功夫。谢谢，谢谢院长，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鼓励。那今儿我们这开工仪式怎么开？今天您组织组织，我们都是第一次。太有幸了，太有幸了。一起动手一起来为京杭大运河雕第一刀。好啊，哇，选一下工具这有大小各式各样的锤，是吧？我挑一个圆刀。我随便来把刀。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开工口号啊？对啊，应该有。吉祥喜庆。好，来。好。莆田木雕，京杭大运河开工了。嘿！不敢下手呀。新的吉尼斯纪录要诞生了。太棒了，太难得了。
了。说出入饭。女士优先。院长。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好，阿姨，您刚刚唱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唱的《山猪歌》。山猪歌。山猪的。山猪歌。我刚才一讲一粒乌饭表个心。嗯。哦。双手那乌饭就给贵宾。谢谢。贵宾是回去记得山猪情。就这个。哦。好吃好吃。肯定记得，太香了。我们乌饭经过卢科院营养元素鉴定，含有30种营养元素。哦，我们就是用这个乌冷树叶粉碎以后泡成汁，泡制白色糯米做成的。哦，这些是原料。对，有糯米，有大枣，有桂圆。桂圆是我们福建的特产。谢谢，太好吃了。哇，模具。这是我们莆田这个专门引荤团圆的模具。这个模具是我们清代传下来的。清代传下来的模具，你看这上面有福字，有喜字。对，我们荤团是根据当地的文化，每个印里面都刻的不一样的字和图案。对，比如结婚了，我们用喜字；做寿我们用变寿字。品尝一些，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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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福禄寿。福禄寿、啊，我这福在福建嘛，是福。哇，你好大一口啊！好吃好吃。嗯，好吃。人寿灌蛋，灌蛋，怎么灌？灌蛋这个神奇之处就是这里有个蛋眼，在这个地方，这个叫这一个蛋眼白点，就叫蛋眼。这是人为的蛋眼吗？还是它本来就有的？每一颗蛋有一个蛋眼。哦，每颗蛋都有一个蛋眼。对，一个蛋眼。哦，天然的就有一蛋眼。找到蛋眼，用三根这个竹签，这边一单根的把这个蛋眼找到插进去，这个绕线就慢慢把馅儿插到蛋眼里面去。哎，这个神奇之处就是在这里，馅多而不破，这个象征着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对。哇，这么老长，这是在拉面吗？这够长的呀！这面一根可以吃一顿吧？这个是福州线面，线面，福州线面，福州线面，嗯，线面，要不要来体验一下？来，我来，我非常荣幸来体验一下，两个，这样，对呀，有没有办法？夹着是吧？哎，对，夹着，管住啦。数就拉，哎，对对，数就拉，哎，来，然后呢？起来，来，横着拉，对，然后回来又来回的走，哎，来再推，再拉，对，再回，哎，然后再推，再走，再样推，拉着拉，啊，对，再来，真挺厉害呀，来，他这个拉面的又来回的走。得快，咱一根都没折，还真是一根没折啊！小心别拖地了啊！那现在又扬上去，又扬了，扬面，哎，就让你扬上去，对，扬下去，扬上去，然后拉下来，可以，哎啊，好，不，可以，哎啊，好，不，我，断了一根了，断了，断了一根，再回一个。再找一个吗？再找一个。要不要抖一下？要不要？又抖。抖。啊！回来。可以的。其实还能再拉吧？还可以再拉。还可以。您来一下，善缘来一下，您来。要不来一个？来一个。面食专家。拿两个。啊！哎，一个完了。下。出去拉。回他来。然后又退。退。然后再横着拉。横着拉。对，完了再回来，然后再推，来，好，来，仰一下，仰上去拉下来，仰一下又拉下来，拉下来，好，来，再来，对，好，来，拖下去，来，仰，来，仰，哦，好，院长好身手啊，好，再拉一下，哎，
好，哇，这个好，哇，这太棒了，哇，这个辣了，真的。长而不断，哇，这不仅是面好，关键是院长身手也好。这跟那个就好吃不好吃有关系吗？有关系，像这种呢，第一个是又一个又面筋，一个又和面的炒法，还有一个关键是你现在的拉法。哦，拉法。啊，对呀。又缓忽的走，为什么呀？又把面筋回样，你看一下那个像皮筋一样，对了，又缓弹。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干的拿下来，细如丝啊，这个太细了吧？对呀，这个好细。手工的，口感好绵密啊，嗯，是吧？而且有劲儿，而且它特别有劲儿，然后又很多。对美食最好的尊重就是全部吃完它。就这样。来来来，咱们一块儿敬师傅一杯。啊，谢谢。一个是有着800多年历史的线面制作技艺，对。一个呢是我们手中有着699年历史的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所以真的是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味道。我们就用这手中的美酒一起敬历史，敬非遗，敬生活。敬您，干杯！敬您，干杯！干杯！长长久久，越喝越有。方戏，小朋友，小朋友，可爱，古仙画，哇！你看这小朋友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一扮上哈，就特别有意思。哎哦。景一幕，它就像牵着一根绳儿，哇！而且有点无实物表演的感觉，是不是？说，拖起的抓狗。令后马路王，奴工在台上台下是一出一出，对。哎，这一段我认出来了，今年上了春晚。今年春晚戏曲联唱的那一当中有这一段，是蒲仙戏经典的一段《踏伞行》。出来了，出来了。这是狂风暴雨，伞拿不住了。太精彩了，两位好，两位好。今天春晚是不是你们两位上的？是的，是我们。哦，看，因为你们扮上了，所以我们还认了一会儿。其实蒲仙戏是中国戏曲里面最古老的戏曲。对对对对，老师您非常了解。它也是我们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并且它呢，今天这个蒲仙地区的民众，他还在这个语言、方言，它的根。
其实不嫌弃它的根。对，我们扎根于这个我们莆田360万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然后我们传承的很好。刚才你们进来的时候哈，就是第一段呢是我们莆田系传统的这个折子戏，折子戏呢就是一句一句中最经典精华取出来，是我们莆田系很受老百姓欢迎。中间你们看的那个迎春千歌是我们青年演员的一代的，是我们是中，他们是青，在这个是小。那你们后继有人啊？莆田系后继，这个你家莆田系进校园、进社区、进街巷、进街巷啊、像今天这种的观演的模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就像你们来我们近距离的这种的观演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作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莆田系，也觉得特别有一种跃跃欲试，想要加入其中的感觉。他们两位学主持、学表演艺术的，一定会把莆田戏学会。我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来体验一下喽。好。比如说那小生的木偶调，为什么叫木偶调？莆田戏的这个基本科技来源于木偶，体现木偶，有很多木偶动作。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能学点什么？可以可以的。体验点什么？我要不拿身衣服？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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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小生的。太好了，我们都扮上。你看我们的木偶戏，比如说它是吊起来，我表演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木偶吊，比如说它这个，它一出去弯腰，对下来，它的脚后面这个脚是弯着，前面它是直的。哇，这古代的增高鞋可以啊！它要起来的时候，它是手、头、脚、臀部往上面看，吊，吊。哎呦，哦，好像听见过。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大家注意老师那眼神儿，那是不是特别像特别像这个木偶，特别像木偶，眼睛一亮。走，你看，从这边手高了，脚抬起来，脚抬下去，这边推到这边来，啊，然后呢，踩下去的时候又是这样子，然后呢，提起来的时候。这个脚立起来，这边手也立起来，头扬起来，这三步是同时的，就像我们的木偶体现在吊一下啊啊。蝶步呢，它代表古代女子行不动裙、婀娜多姿的形态。哇，行不动裙，就是我走我的裙子不动。你看哈，它要整个膝盖要夹紧，膝盖夹紧呢，然后呢，上身要保持平衡，眼睛平视，受力就在这个脚掌。然后它是脚掌半寸半寸的往前移，整个呢膝盖呢要夹紧，好，严格的要求的话，会就是拿一根剪一片瓦片啊，瓦片就直接把你夹在膝盖上。然后呢，我来找一下瓦片。哎，你这边有一块。那我得碎了多少瓦片？它的目的就是让你感受这个膝盖夹紧的感觉，膝盖夹紧，上身保持平衡。膝盖夹紧，夹紧后，对，掉了就碎掉了，掉了就会碎。你这真瓦片，你这边掉了，对，真瓦片掉了碎掉。然后呢，我们要是掉了就挨屁股打的。哦，那行，不能走这么快，不能走这么快，就是要在原地的这种，对，就尽量在原地，对，非常好。好，有种感觉了，就哎，我们用锣鼓点把它配起来，把小生的动作和我们一起配起来嘛。在胸前画圈圈，啊，肩膀，哎。这个是要原地，尽量在原地动。哦，哇哦！又多了一步，对，三步都走啊。哎呀！非常棒啊！啊，掉了掉了，但是停下来的时候会掉。这真的没有想的那么简单，真的太棒太棒了！我觉得，确实，我觉得通过这个短短的一个体验啊，我们能感觉到戏曲行当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不容易，对，它是一直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能重新能够焕发活力，就是因为它呢，在这个。积淀的基础上还不断的在创新，对对，发展。其实最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代传承，是，所以应该点赞，谢谢谢谢你们。正所谓珠玉五千篇，余韵万里长。太热闹了。
现吃。这是现吃表演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 3D 视觉冲击力很好。在后面拉线的啊！哦，它是拉出来的。两位老师，我们刚刚看的真的是就觉得哇，除了哇，我们什么都说不出了。就后面拉的人怎么能看到他们跳多高？靠我们的鼓点，靠鼓点，然后就玩听鼓点就能知道该跳了。对，该跳了，该动了。哎呀，他是凭鼓点。那这得练多久才能上手啊？那练得快，很快。以我们这两位男嘉宾算这么聪慧的，他俩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不会了，给你们拉坏了吧？不会不会。好，一起来体验一下。好，老师，一个狮子大概多沉啊？大狮子多沉？小狮子68斤，68斤。大狮子，大狮子几个人拉呀？大狮子，我们刚才在这里有4个。哦哦。我有绳吗？有。好。哇，这个劲儿是不是得特别大呀？哇，这么沉。一个人拉的话，我怕你们可能会不会拉得来啊？你可以试一下，拉这边的一个绳。啊，走走走，好。善远，您这体力可以啊。哎，走起来了，走起来了。但是这个狮子显然有点没吃饱的感觉。我这狮子怎么能叫它走？往走左边走，往右边走，啊，就拉这边就往这边，拉这边往这边，啊，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啊，好。夏老师，这个狮子有点癫狂啊。这个感觉这狮子有点喝高了。哇，休息。可以，真是可以。所以我刚说你。厉害的一学就会了，那不是还主要靠他们帮着做大的。单老师您很厉害了，刚才那狮子是不是有点疯狂？非常像喝高了，醉狮。然后这多乖啊，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普通我们见的舞狮就两个人，这是一个特别讲究集体配合的。所以有一句话嘛，就是说祸同现师传承千年，其实靠的就是俩字儿，团结。都在汪洋大海中的一个舟船上，那就是齐心合力。再次向你们表示致敬。了不起了不起，学习学习。哎呀，我觉得这非遗街真的是逛得太有感觉了，一会儿动一会儿静，一会儿静一会儿动，也是学了不少东西。哎啊，茶，对，都说到了福建不喝茶，等于没来过福建。小姐姐把茶叶都准备好了。要。这是在。秦窗细乳细分茶，在分茶是吗？在分茶啊。这个2022年的11月，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列入了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福建就有6种茶列入了。6个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啊。那我们来这就赚到了。哎呦，这还有吃的呢啊！好浪漫。你好老师。你好老师好。没见着茶呀，怎么都是美食啊？是。今天的这一桌菜肴呢，它是不是一般的菜肴，而是用我们福鼎白茶制作的那个菜肴。那一年当中不同的一个季节呢，人体啊它有不同的一个调理的养生的一个需求。
那么不同的白茶和不同的食材，进行一个搭配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这么一个作用。哦，所以这里面的每一道菜都有福鼎白茶。是的，是的，跟福鼎白茶是息息相关的。咱们来先看一下这边的菜牌，好吧？这边菜牌上面挂的是八道菜肴的菜名：和金海宴、山海欢歌、吉祥之玉、千山暮雪。就是不同的八道菜肴，你看一下，从这台面上的菜肴找一找，让大家猜一下这道菜呢是哪个节气的呢？节气啊？哦，每道菜对应节气。对对对对。我选和心海宴。海宴应该有河有海是吧？对。我觉得跟图案是不是有关？对。海宴和亲的海水江崖纹。是不是那有鱼？我想别的有鱼吗？哦，不是，不是，不是的。和亲呢，就是一个茶，银针。银针。哦，银针它很清澈。那应该是跟汤有关。我们觉得是跟汤有关，看看是这个吗？是的，和亲海宴找到了。所以它的味道就是白毫银针。对对对对。来，我们尝一下。来，太好了。单身人长，您闻这个，来，试一下。和亲海宴，好香啊。这茶香味很浓，清甜，这汤太好喝了，口味可以吧？太好喝了，尤其是在 我觉得这个汤，尤其是在那个我回甘的时候，就像喝茶，回甘就有茶香。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道是什么呢？芒种哦，因为夏天我们从养生角度来看呢，就是一个降火，要吃的素一些，是的，是的，这个是什么？我想知道，我看它可想吃了。这道是那个白茶贝贝，是一道茶点，甜的咸的，甜的一点点微。那就最后可以吃，你这着急，没关系，我着急。哦，这就是那个有点糯米糍的感觉，有点糯糯的，里面是奶油，非常的松软，真好吃，甜而不腻，还没猜呢，这个能不能吃？没猜到不许吃。这道了，这可以吃了。这个是叫白茶青团，好香。这个青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树叶形的，而且这外面的绿色呢，因为传统的那个青团它是用我们其他的蛋黄馅，甜咸口。外面是呢，我们用白茶做成一个皮。这个糊是不是也能吃？这糊可以吃的啊，这个糊能吃啊，这个可以吃了。这个是我们，这是个小面包。我先来一糊。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一道你猜猜看，这是芋头。对，明明是芋头，老师还没讲到那儿，你这个吃的有点提前了。老师，您讲的时候不要太专心于我们这边，您看着点啥？这是什么？又来了，这是什么？这个，这叫寿眉流沙曲。好吃。感觉干吃这个饭我都可以吃三碗，我是干饭人。那三碗都给他吧。好香啊。那你看千山暮雪，这是不是冬天吃的呀？对对。千山暮雪，这个比较像雪。像雪，这个像雪，这有山有雪。对，就是它，就是它。是的，这个雪呢，我们可是运用了用福鼎白茶分子料理里面的泡沫技术，分子料理，然后就把它打发起来。所以这个是白茶大的泡沫，你可以尝是吧？对，可以尝一下，可以尝一下，好好吃。它有淡淡的这种一个白茶的一个清香味，茶泡泡，很淡的。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茶泡泡，然后这里面就用到了八年陈以上的一个老白茶，寿眉级别的，跟那个牛肉烧啊，它既提色增香，而且带有比较醇厚的一个茶的韵味。而且呢，这道菜呢，在冬季的时候它是特别的养生。我们看一下，小雪，小雪，这冬天啊，然后它里面节气是小雪，所以说我们在制作这个茶宴的当中呢，就把这个理念啊，应用到这个菜肴当中。难怪结合这个二十四节气嘛，搭配在一起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这个茶宴呢，我们推出来有很多年了，在制作这个茶宴当中呢。我也多次的那个拜访我们这个梅向金大师，那么也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一个茶叶的知识。那我们就赶快去拜请一下我们的传承人吧。好啊，走，我们这边走。
娘娘，爷爷好，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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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梅老师，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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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爷爷刚刚在清资料里查验呢。我刚才在这里清理这个茶叶。现在我这里摆成了四款的茶，我要请问你们一下。那一款是代豪银针，请们仔细的来看一下。白毫人针。我喝茶的人，我来看一下，这个肯定不是，这个也不是，就这两个。再仔细看一下，哪一款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因为白毫银针是一芽的，它没有叶，这个是有叶的。是的，对。回答的非常正确。是不是梅老师？我这茶没白喝吧？代豪银针，你看这一条站起来的时候，满披白毫，这个就毫毛，拿到太阳底下一照的时候，非常的刺眼。像那个婴儿的皮肤，上面都是绒绒的小毛。你如果把这个抓一把拿来玻璃杯泡的时候，开水一冲下去，好像仙女起舞一样。白毫银针在茶杯中翩翩起舞，茶仙化而为仙了啊，真好。好，你看一下，那一种是白牡丹。白牡丹。我看是那个，我看是那个。你说是不是？大家看一下，过来看一眼，是不是这个？这个也好香哦。这是吧？白牡丹一般是一芽二叶，或者是一芽一叶。你刚才说这个白牡丹啊，回答的非常正确，这个就是白牡丹。你看白牡丹那时候采来的时候啊，就是有的一芽两叶，我们老传统的呢就叫做，这个叫枪，这个叫刀。为什么一个叫枪，一个叫刀？你看它这个芯啊，好像枪一样。这个拿往里面泡了一下，这个叶子前面有摊开了，这个芯又胀起来了，它好像牡丹花开放一样，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的这个牡丹的清风。明白了，这会儿它就不再是刀和枪了。那您看，茶分多种，技艺不同，到底福鼎白茶的制作工艺是怎样的呢？它有清凉、去毒、退火，是一个治魔针的圣药。现在我们来品一下近年的老白茶，白茶越长越好。哇哦，怎么像中药一样啊？茶因为
就是要长时间越长越好，就有一种药味。是不是有个说法叫一年茶，三年药是吧？是。然后七年宝是吗？第二个就是说白茶。嗯。所以我爷老白茶100多年了，才能得金奖。这一种的老白茶，其实比金奖还贵。这个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得金奖。所以我觉得茶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方方面面。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把这个花道、香道和茶道并称为三雅道。花道养心，香道静心，茶道协和。那么古人在喝茶的时候讲的，先点上香，然后去污垢，凝神益气，静心的放心的来饮茶，一夜自然自在，一茶入口入心。今天我们既然讲到了这个福鼎的白茶，所以我们不妨也一同重回白茶的原产地太姥山，去看一看这创新秀妍。
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三好花生仁油，更高端的花生油。非遗里的中国由行业合作伙伴中粮福临门家乡味沂蒙土榨花生仁油赞助播出。看戏了，看戏了，快来快来！好，好戏开场了。好戏登场了。哎哎，还挺幽默。差不多。哦，这我以为是雕了个乐器，这木偶，哎呦，还换着呢。木偶表演杂技是，本来你木偶演绎就很难。下场。哎呦！那下去和起来那样还特别符合这个运动生理学。这个是这部戏的主持人是吧？不能暴露。这好看，你一个手啊，他被鼓起来了。好。这是个机械臂。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厦门大学的跨学科的团队为大家带来一个能够表演我们非遗掌中木偶的机器人。大家有兴趣来跟我们一起近距离的跟这个掌中木偶机器人一起，太有兴趣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表演的吗？完全没想到是机器人啊！对，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大臂，对吧？对，这肱二头肌。是，这是三角肌，这是小臂，这就是手，手腕，对。我们这个研发的过程，大家就做了一个结构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表演老师通过他的大臂和手掌联动来进行动作表演。我们就设计了大臂的6个关节，以及小臂手掌部分的12个关节。这个机器人的很多动作是模仿老师们的表演。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没有办法模仿人的情感，人的表演的时候的表达。那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我们传承人，他们多年的几十年的一个功夫，才能够把这些木偶表现得活灵活现。因为今天我们看的木偶剧，它是南派木偶剧的代表，是一个活化石，已经千年的历史了，它积淀了很多的这样的套路啊、动作啊，所以它还需要学习。对，但我想它可能越来越聪明。那我们下面呢，就有请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蔡美娜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来，我们欢迎欢迎。主持人好，老师好，欢迎欢迎美娜。大家好，我是晋江布袋木偶戏传承人蔡美娜。大家好。欢迎。木偶的表情，它雕刻的时候只有一个表情，所以想体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啊，都需要演员的这个声色的变化。是。那么学习掌中木偶呢，首先要学习手指操。手指操。对，也就是我们的基本功。手掌呢就是木偶的身躯，头部呢是食指啊，食指是套进偶头。食指是头，那拇指呢是一边的手，那这边3个手指是另一边的手，另一边的手，对，比如说大家好，欢迎大家，然后拍拍手，拍手，哎，这样就是基本的一个手指功。这些简单的动作，最后就可以实现一出复杂的戏，是吗？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手指功的练习，练习完了再拿上木偶，学习一些行当的一些套路。还有行当还有套路。对，其实跟戏曲一样，也是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都要学习。
这个是丑，其实丑行当中又分有很多种，这个、啊、这个试试看，这个、啊、这个锁链子的、这个、这个好玩，哎哎，这个好好玩啊。我们一人挑一个吧，你可以试吗？可以可以，可以试啊。我试这个，啊、我选这个。有分左右手吗？有有有，这个是左手。啊，这、啊就是左手。哦、啊。哎。哎，可以可以可以。哇哇哇！哎呀，厉害厉害！鼓鼓掌，鼓鼓掌啊！谢谢大家，鞠躬了。你好，你好，开始。有模有样的啊！有模有样，有模有样。哎。您这怎么老冲自个儿戳呢？哦、啊，对对，冲这边，应该冲这边。有往，往，刚才有这一出，有这一出。噔噔噔噔，好，甘拜下风。承让承让。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下面该我来，借我手中这一壶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进。非遗传承人，好嘞，倒酒。哇，这能倒出来吗？哇，哦，真倒水了，哦，真倒了，哎、一滴没有洒。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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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今天非遗也真的要一个要拥抱世界。嗯，一个呢拥抱科技，是的，更要拥抱青年，嗯，这样才有未来，嗯，所以当先进的机械臂遇上了传统的布袋木偶戏，十指演绎人间百态，一手托起古往今来，方寸小舞台，人生百态，执掌大天地，气象万千。哦，叮叮当当，哦，这是，这是错金银的，错金银工艺，你用手摸一下就是平的，你都是怎么样摸不出来，哎呦，是平的，对对对。所以它这个金完全嵌到玉里边去了吗？它是那个把在玉上面开槽，开槽，然后黄金的拉绳丝跟那个槽的匹配啊。哦，因为错金银咱们很早2000多年前就有，但是是在这个铜器上，但它是在玉器上。玉器包括我们什么做博泰啊，什么在其他的材质上面都可以做，都可以做啊。这也是创新，比如像我们那边博泰啊这样的哈、啊。哇，好漂亮啊！这边，它这个你看全是平面，看着吧以为是凸起，是立体的。这项非遗技艺多少年了，老师？我们是传承几代人？您是第几代传人？第四代。第四代，哇，那也过百年了。第四代，嗯，了不起，了不起。哎呀，这边小朋友在画画了呢，画得真好。在画什么呀？在画灯笼。在画灯笼啊？这是什么非遗技艺呀？画画。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漆画跟农民画的一个结合，一个两个非遗项目的一个创新结合，所以它既呈现了这个漆画的这种丰富的技艺，又把保留了农民画这种质朴的夸张的这种风格。哇，你看上面挂的这典型的农民画的风格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创意啊，就把农民画跟漆画做一个结合？对，就我们因为在创作实践当中发现这个漆画的技法很适合表现农民画，表现它的整个这个色彩包括它的风格上都特别搭，就我觉得它来做农民画会特别的放大农民画的优势，特别的绚烂，我觉得看这些就像在看一幅幅这个新农村的照片，就像他们今天的生活，这是乡村振兴之后的成果的展示。对，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这是，哎，这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影雕啊？对对对，是吧？哎呦，
就是在一个黑色的花岗岩板上，这叫黑胆丝，哈。然后它通过水膜抛光，达成90度镜面。我用镐描完以后，通过这个合金钢再去黑留白，黑白成像。这是不可逆的，就是不能错的。是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苏杭刺绣绣丝绸，闽南刺绣绣石头”。绣石头，在丝绸上绣花。其实我们看这个，真的乍一看真的以为是刺绣，它真的有刺绣感，但其实它是影雕，是在石头上雕出来的，然后完了以后再彩色的。关键是我们可以想象影雕嘛，这也说明它一开始的颜色就是黑白色，因为是在黑色的这石块上雕，就像那一部作品。哎呦喂，这个您要不说我真以为是打印的。但就像后来它的发展不停的创新，所以也赋予很多艳丽的色彩，有了我们看到的五彩斑斓。这得几万或几十万个，在 A4 纸张的大小，大概要用1亿个点构成的一幅画。1亿个点，用一个工匠要很耐得住，很细腻，很专注。是是。啊，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这边很安静。这是吃的吗？不是，好像不是。但是味道很香哦，是有药的香味的。对，有药材的香味。这个是就是八宝印泥。这个八宝印泥呢，它的来历就是说，从八宝药膏演变过来的。这大料吗？对，大家都说是卤料，八角、胡椒，它里面含金。对，我看刚刚这个成品上面就有。当印泥真正好了，像这么一盒印泥里面有好几百张的金箔在放在这里面。它这个金箔就是起保它不变色的作用，有一个固色的作用。为什么说我们印泥放在水上它不会化？不退不化。所以说好的印泥来说，它是百年不变色。我们好想看它盖一个章。好的印泥呢，它要配上好的印章，像我们这大师这个湖州寿山石的印章，那盖起来效果呢又更不一样。这里有不同的石头，这个就是寿山石的田黄。这都是田黄，哇，田黄，一寸田黄一寸金啊！这些都是素章，因为寿山石的色彩非常的丰富。它又可以当印料，又可以当摆件高浮雕，因为寿山石色彩很丰富，它可以用不同的技法来雕刻的。所以它等于这个原石原料就是这颜色啊，刚好它也这块也就是这个。对，叫苦尽甘来。然后这一块的话，我刻了白玉兰，那中心刻到后面的话，正好有个巧色出来，我就刻一个鸟，这里刻一个太阳。哦，这精美的石头会说话。我们来真的盖个章，盖个章。好，哦，飞机走中国，这个飞机的中国越办越好，这个地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哦！哦，这冰山呐！我在哪里？忽然觉得有点冷。雪龙二号破冰船。为什么会有雪龙二号南极科考破冰船呢？这跟非遗有什么关系？雪龙二号，那这飞仪是什么飞仪呢？各位老师，您好，三老师，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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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江南造船雪龙二号的总工艺师。哇！我姓赵，我叫赵振华。哦，幸会，幸会，幸会，了不起了！也很荣幸见到大家。赵老师好，赵老师好。哎，你为我们再介绍介绍这个雪龙二号。对，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场面啊，是雪龙二号2019年交付之后首次赴南极。雪龙二号还有一个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全球的首次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首尾双向的
双破冰的科学考察破冰就是船手可以破冰，船尾也能破冰。对，是不是这个部位破冰啊？是他的螺旋桨带着他破冰。他的这个冰刀呢，是可以1.5米冰和0.2米雪里面正反双向的连续破冰。这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的大国重器。那它到底和哪一项非遗技艺有关呢？我们今天来福建，就是我们有一项非遗的技艺，就是我们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跟我们雪龙二号是息息相关的。它也是确保了雪龙二号能够在南北两极安全稳定航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哦，就是它也用了水密隔舱技术。对，雪龙二号这条船从前到后，实际上它一共隔了9道这样子的水密的舱壁，9道舱壁形成了10个舱，就是首部的空舱，再到1道1道1道到尾部。我们有一位国家级的传承人，世世代代传承了22代，刘希秀师傅。22代，我带大家去见见。太好了，走走走，太期待了。刘师傅，你们好。哎，您好，各位老师，我跟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刘师傅了。刘师傅您好，刘师傅跟我一样也做船舶设计，在当地呢，像刘师傅这样的又会船舶设计，又做船舶的这个建造的这样的师傅呢，都尊称一声师傅头。师傅头好，师傅头真精神啊！这都是您做的船舶？这些都是我做的。这个它的结构。它就是隔舱嘛，隔舱，它就是最少是8舱，最多要10舱。哦，浮船主要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一破了一两个洞，都没关系，它都不会沉下去。嗯。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不会移动。对。如果都喷来喷去、游来游去，这个船就不稳，会安全性问题。所以说它分类以后，而且会好管理。这就是智慧啊！对对，没错。嗯，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它就是结构吧。结构，嗯，隔舱越多，琢磨定起来以后强度更高了。对，又兼做水密的舱壁的作用，又作为这个横舱壁的这个加强的作用。加强度，你那个铁壳舱也是这样。对，这个是南海样。啊，这个我这船我熟悉，这是个壮举，就是世界最古老的木船。满载瓷器整体打捞，而且关键是它出水之后，大家最惊叹的是里面的那些瓷器还有钱币完好无损。为什么要给它整体打捞？这样呢就能够把它从容的一点一点的考古，就能把这个水密隔舱给看清楚。一层包括呢水密隔舱这13个舱，哇，直接能打开，包括舱里面哪个舱装什么，每个人在什么地方，包括他们日用品，包括生活用品，整个船上当年800年前的生活就在下了。嗯，那就是活着的历史啊。这浮船呢，其实在历史上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比如像这个郑和下西洋，对对对，再有嘉靖年间的这个戚继光。是吧？当时抗倭，戚继光抗倭也是这种，也是水密隔舱，包括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打河南的军舰，都是浮船。对，包括像到了明清的时候，使臣出使琉球，也是官船，也是咱们的浮船。所以你看，从这渔船到商船，到战船，到官船，处处都有浮船的贡献。还到今天的这个集装箱的船，今天的游轮。今天的航空母舰，所以您的22代功不可没啊，太厉害了。这都是您亲自绘图亲自制作的吗？对对对，做这个船一定要按比例画图，所以说我们这一张就是申报国家级的时候，他们要我们画一张画的。这是刘老师当时替咱们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技艺申遗的时候画的，画得很细。这个图纸啊，刘师傅，跟我们现在船舶的设计的图纸啊，真的是很相似啊。现在你们是手工会还是机器会？在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从手工会慢慢到 CAD 2维，再到3维，是到我们现在可能是全立体的这种，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像总布置图都有的型号参数它都有。嗯，对对对。那刘老，您画浮船图的技术您是跟谁学的呢？浮
湖南就是当时就是这一张图。这张图跟现在我们的船舶设计一模一样，这张图是行线图，就是行宽行深都在这上面，解剖了每一个横剖面和纵剖面的图。那所以这个的绘制难度系数非常高。这是一条船设计的最起初的那张图，就是形状。哦，就是它诞生的地方，好斑驳呀。这就是故事是这样，当时我们就学徒的时候，76年吧，刚好是初中毕业，我父亲要我就学这个手艺。他说这个手艺是四不老二不死的，一定要学。当时就问老师什么叫水密隔舱，什么叫水线，他说就骂我了，你这个怎么讲，这么快就讲这个呢，是不是你还刚刚学徒啊。所以说刚好我是下个决心嘛，你不教我被他骂，我就下个决心去要一定要学这个手艺。当时这一张都刚好就放在厂家里面，他不要了。我就做卫生的时候给我捡来。老师不要的，扔到垃圾桶里的，您给捡出来，自学成才嘛。你骂我，我就继续学吧。那还是因为有本身有传承，本身有水密隔舱的传承，有底蕴在。对。到这个图就是透视图了。这个是手工画的吗？就从事手工画的。哇，这太像是电脑制图。它这也是一半哈，你看就这个是甲板，下面旁边是轴嘛，这个隔舱。这个是牛头，到这个时候已经40多年了，这是完整了。这个就是我们40几年画的图，都是100多张。哇，这是您的青春啊！哎，对对对，也是您传承的旅程。刘老，我们刚刚看这小片印象特别深刻啊，尤其当中有一个环节叫念凤。哎，对对，念凤就是我们等一下到石船站那边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能体验。太好了，太好了，来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是一艘真船吧？哎，这个是真船，这个是1:1的，就是这么大。这是什么呀？这是念凤，就是我们这个运那个桐油跟那个石灰粉。是很黏。麻丝，麻丝就是这个麻丝。它是原始材料，几千年来都是用这个。在这里来，这里啊，我首先录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把它先放一下，搞齐。按那个缝大小，这个心里有数，一看，先一道打进去。这样就很密实了。最后再敷一层，再搞一层，上面这个把它搞平。念缝技术就在靠这个，所以念缝就是要把那个船木板之间念缝，保证它的水密性，不漏水。所以这是浮船牛就牛在这儿，一定要是不漏水，不漏水。对，你们试一下。好，那我先弄这个啊。我觉得塞这个麻丝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是非常要技术的一个事儿。来来来。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女念凤工，嘿，嘿，嘿，哇，这怎么看着那么容易，操作起来这么难？哇，院长您这绝对是干啥像啥。对对对对，他这样就不要哎。上老师已经快完成了。刘师傅，您看看我这可以了吗？我跟你讲，那个如果太少了，他不就刨进去了？还不够。那就我还得再加，哎，还在加没用。就我这还得再加，是不是？呀呀，还再倒呀。我这可以磨了吗？对呀。这可以磨了。哎，对。那我这还得再加，是不是？还在加，你不够啊，还差好多。不够。哎呀，我这才刚开始。
来，给他收个尾。这行吗？合格吗？这样就看着还行，看着还行。就是但得一个星期以后来检验到底。而且是不是有下水了才能检验出好坏啊？下水就晚了，下水就没救了。怎么样？我就可以念凤凰，可以念凤凰。找到感觉了吗？找到感觉了。哎呦，这真不容易，这个看着简单，而且要光滑又美观，像旁边都要擦干净。哎呀，好，我这个凤有个名叫天衣无缝。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单院长这块是严丝合缝。我们国家使用这个传统材料来建造，其实有很好的传统。比如万里长城，它是用糯米砂浆来砌，那真是非常坚固。所以真的，这就是东方智慧，就是最唾手可得的原料。但是呢，加入了我们的智慧，它就能够打造出最坚不可摧的工程。对，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的这样的造船，还是用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传统技术，这样呢就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对，但是呢要有创新，要坚守传统，又要呢敢于创新。逐浪潮头，敢拼会赢，水密隔舱，行走天下。造船于米，向海而兴。那我们不妨也来看看，这样一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会以怎样创新的艺术形式亮相于大家的眼前。续新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中国浓香代表作《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1952》秉
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三好花生仁油，更高端的花生油。非遗里的中国由行业合作伙伴中粮福临门家乡味柠檬土榨花生仁油赞助播出。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转眼我们的非遗福建行到这儿就快要结束了。好，最后把手上这漂亮的灯彩挂起来，高高挂，也是一份美好的寓意啊，象征着我们的非遗之光，对，装扮我们的生活，也照亮我们新的明天。这次在莆田，在兴化府的历史文化街区看到很多的非遗项目，遇到了很多的非遗传承人，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感动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且走向社会，走向大千世界，来传播他们的非遗项目，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我们福建的这些非遗项目真的都别具一格，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加入了进来，让我们觉得这个文化会源远流长。我自己感觉这一趟福建行啊，就像福建这两个字，我们在非遗当中是大饱眼福，见之忘俗，而这一切呢也会激励着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也珍惜我们身边可见可触可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